比如说啊，现在我想对这个物体实现一个拖拽功能。好，我在这儿是不是就写了一个拖拽呀？我们前面写的拖拽叫啥呢 ？UI 里面，是不是有个叫 EasyTouch 啊？好，假话就实现这么 EasyTouch 这么一个东西啊 ，EasyTouch 功能。那我就把这个接口给，这些不行，这个地方需要，因为这个地方是拖拽的东西啊，这个是 public 拖拽的，还不能挂它，那么就直接挂它吧。public on drag 就实现这个 i on drag。drag 对，它是吧？实现接口。OK， 那么我们的 EasyTouch 里面就vector distance， 把这句话给拷贝过来。Orange reduce detach 300。好，然后 Orange 需要赋个值 transform 点 station。好，我就把 detach 里面的部分功能给摘出来了，放在里面。好，那么现在是吧，我要实现让这个物体，哪个物体啊，就添加一个叫一个 drag image 2UI。 好，我叫 drag image 杠 n， 因为我要用到它，是不是我要对它起名字叫杠 n 啊。 OK，好，那么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封装一个接口，给某一个身上添加子空间身上添加脚本的这个功能，所以说我就在 UI base 里面添加功能，public void add component， 有这么一个功能，什么功能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叫 type 吧 ，types， 添加功能是应该是某一个 class 添加功能，我们叫 component， my component， component， 好，第一步你是不是也要找到这个 vdg， 这个子空间对不对 ？vdg name。好，把前面的代码给复制过来就行了。第一步，找到他身上的 UI behavior， 找到他的身上 behavior。第二步，这个 behavior 是不是要提供一个接口啊？提供什么接口？添加组件的这个脚本，对不对？叫 A 的 component。transform 点 add 点 game object 直接是 game object 吧 ，game object 点 add component， 有这么一个东西，叫 type of string name， 有一个。组件我看一下 ，type 传递一个 type 进来 ，type 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这个地方需要提供一个 type，template type， 这什么呢？
就是给某一个身上，哎，这个 type 我还否决的 type 不对啊。给某这个点 a 的 complaint。type 这是什么东西啊 ？type 是 system 里面的 ，system 里面，那说明这个地方需要引用一个 system。using system。好，那么这个地方就变了，什么意思？有这么一个 API， 啊，有这么一个 API， 可以直接添加某一个组件，给这个物体身上添加一个组件。叫 type， 啊，添加 type。好，那么我在 UI behavior 身上，因为我要对某个物体操作，我是不是都要在 UI behavior 里操作啊？啊，都要在它身上操作啊，因为这个添加组件，我直接就添加了。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在我的这个 UI base 里面，哎，是不是应该就有找到 behavior 了？它 behavior 里面有这么一个 API， 叫 A 的 complaint， 对不对？这 component 需要一个什么东西啊？需要一个 type， 对不对？需要一个 type。好，这个地方也需要引用一下命名空间。using unity， use system。好，我就在这儿进行扩展嘛。A 的 component， 那么这个 type， 哎，是不是这样？第一步跟它前面一样，第一步需要找到这个 behavior， 对吧？谁身上有这 behavior， 然后在 behavior 身上需要调用这个接口，啊，添加这个组件的接口，好 ，add component。好，那么我在 friend controller 里面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调用了 ？add component 给谁添加呢？第一步是不是要传一个名字啊？第二个是不是要一个 type 啊 ？type of 谁呢？我刚才写的是 UI drag 对吧？UI drag， 好，这个名字叫谁呢 ？drag image 杠 n， 是不是给他身上添加一个杠 n 就行了？这个 drag 就行了。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再来运行一下。是不是添加了一个给这个 drag image 身上添加了一个 UI drag 啊？那我这地方是不是就可以实现拖拽了？你想怎么拖就怎么拖了，是不是跟前面一样的了？这是属于啊，这是逻辑 ，drag 是不是功能啊？对不对？实现的功能啊。再比如说，你还想这个 drag 身上，你还想，比如说你还有些回调，哎，就比如说，哎，我这个地方拖拽到某一个时刻的时候，比如说摁的 drag 的时候，哎，你就摁的 drag 的时候。点 i n 的 drag 的时候 ，n 的 drag 的时候，我想有这个回调回来，这块在哪？啊，在这儿，现在就是这儿。好，那么我是不是就可以写个这个回调函数啊？哎，写回调函数啊 ，public unity。哎，不行，啊，需要有一个命名空间。using unity engineer 点 invent 啊，好，那我在这儿就写个回调。unity action， 啊 public unity action， 啊 callback。callback， 那么这个 callback， 哎，我这个地方干嘛呢？只要它不为空，哎，你又给我回调回来，不等于浪。callback 什么意思啊？只要你这个地方拖拽结束的时候，你是不是会调用这个 API 啊？调这个 API 啊，就要给它赋值。好，那么所以说我这个地方，哎，我这地方是怎么写呢？我是不是
第一步我添加了某一个组件，我还能够从它身上获取这个组件，对不对？那我这 add component 我就返回一个值嘛 ，return， 哎，这个 type 返回什么东西啊 ？component， 返回一个 component。好，那么这个在 UI base 里面，那么这个地方我也返回一个 component 里面 ，return。好 ，else return now， 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在这个里面，我有个能实现这么一个接口，添加这么一个 drag 东西，然后它并且回掉能返回来这个 add 的一个属性回来，对不对？那我在这儿是不是就能得到一个 component， 叫 UI drag， temper drag， 是不是等于它呀？啊 ，type add component， 哎。是强制转换吗 ？UI drag 强转换，嗯 ，component 是它的父类嘛，对不对？那这地方肯定是可以强转换啊，是不是点 callback？ 哎，添加了以后 callback 我就加等于谁呢 ？logical 里面的我再定一个 public void 这个 end drag。你想怎么扩展就怎么扩展了，嗯。哎，我在这儿就再打印一句话 ，end drag。好，那在这儿是不是就是写上 friend logical 点 end drag，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添加事件。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是不是所有的。子控件的事件呐、行为啊，是不是都在我的掌控之下，逃不出我的如来佛掌，对吧？嗯，都在这儿啊，这个 friend controller， OK， 好，那我们来试一下，看会不会调用啊？嗯，哎，我在这儿拖丢了，哎，是不是在这儿打印了？啊？任何的行为习惯啊，说它这个对吧 ？controller 是对所有子控件的行为习惯都是统一控制的，那么逻辑就变得简洁了，就这样，都在它控制之下，那就变得简洁了，互相通信在这儿写 ，OK， 这样可以理解了吧？啊，脚本功能脚本是功能的啊，事件是事件的，啊，逻辑控制的实现逻辑控制的，遇到具体的不理解的再问啊。